慈济基金会从去年开始推动水忏金藏演义以来，带动了全台兴起了一波斋戒茹素风潮。今年三月份，台中地区的志工将这一项的涟漪效应扩散到了台中监狱，让高墙里的受刑人也能够同享一场涤洗心灵的飨宴。觉醒年代，忏悔时刻需要大家一起来。